哇，朋友们，又到周末了。哎呀，对了，我们这周的发起人是谁呢？谁呀？是谁呢？是我们。是我们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发起人。今日游戏规则，每人轮流说出自己的个人技，并针对技能提出一个问题，其余人猜的最接近正确答案的积一分，最后积分最少的三人接受惩罚。先从我这儿开始吧，我可以随时打嗝，大家觉得我可以打多久？可以猜一下。好。哎，这算个人技吗？这个。好好。大家猜一下，我一分钟能打多少个吧？我猜一分钟三秒一个不过分吧？前面可以，后面肯定打不住，打不动了。我猜十三个。OK， 我十八。哇，我十五、十四吧？那这样，我二十吧？我三秒一个嘛？我是二十一，还二十往上的都是想让我死。我试一下，我试一下。那我计时开始啊！好，准备啊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，走。哦吼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哦吼！十六，十七，十八，十九，十，我赢了！我要吐了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！骆老师可以了，骆老师，你好厉害啊！天呀、啊！好，谁最近？说一说。让猜，二十一个是最近的。OK。哎呀，那么你的个人技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一个东西叫做青绿腰。我知道青绿腰是什么。哇哇，少年好腰。我做的不太标准啊，显得我好没有格调啊，刚才。来来来来来，五十秒，五十秒很难。我刚说三十五，五十秒，五十秒，我相信陈毅，我相信陈毅。抿嘴了，今天你眼神变了，什么意思？我都不知道。但五十秒啊，五十秒了，我不管了，五十。陈毅好用。四十吧。四十。嗯。三十五。我三十。哦。一分钟。六十一秒。哇哦。那么接下来就是揭晓答案的时刻。陈毅，我相信你。计时来了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行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都没想到我能疼了，哇，好棒，哇，还可以再下，坚持一真棒，可以，坚持特别好。哎，有多久了？现在？才过去，现在还有三十三秒。哥，加油，坚持，坚持，坚持，加油，加油，坚持。哇哦，坚持。没关系，你可以下来了。可以啊，不要，中国好腰就是你。我再坚持一下吧。已经开始抖了。哇，好厉害！好了好了，就这了。多少？还剩十二秒。那就是四十八秒。我最近吧。我五十。哇！可是我四十。那不算啊，人家五十。对啊。哎，你们猜猜我多少秒？试一下，真的。两秒。这个不算分啊。啊，不算。来来来来。记得吗？他在吃东西。妹妹，我就想试一下。来了，开始。好，我手就在你旁边啊，不行就直接抓我手就行。哇，在这边看你的喉结像座山一样，感觉住了个骆驼在里头，特别好。我能拍一张吗？在这里？给给给给给给！哦，不行了。多少多少多少？十九秒。哇，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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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实话，四十多秒很厉害。永强，你试一下吧，你大腿那么好，这能长高。我试一下，永强试一下，永强试一下。永强，我给你记一下，记一下这。你，姐别吃了，我要死噻！你给我记一下噻。蓝莓公主变成山药公主。开始了。哇，你也好平感觉。别抖别抖，哎呦那个小肚子，哦呦呦呦，小雷达，哦呦呦，那个雷达抖的那个肚子。马上就要超越一个英了，我长高了，我的妈呀，我长高了，我一米八了，你已经超越一个英了，往上窜了，开始，你现在已经两比一了，姚明，哇，哇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二十八秒，哇，哦，哟吼哟吼，帅帅帅，下一个，行，那你的个人技是什么？一分钟能吃多少山药薄片？直接炫。炫一个薄片，你们来猜一下，我多久可以用嘴巴打出？
闪亮的日子。他练超厉害，这练家的12秒，12秒，我觉得就9秒，长长久久。我16吧，还是？是，我那我也15吧。5秒，五秒。那我6秒，这样你别这样，这样我6秒，我求你了，6秒，你现在给了我的压力，我6秒，我10秒，17，你们不要太，就是我见你们往上去，我这没问题，我相信你，没有，你们要知道我会慢慢的打的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真的，开始倒计时啊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别笑，完了，废了！哎呀妈！再来一次！再来一次！你先把这个全删掉。啊好。等姐姐，等一下，你要不然先笑饱再。因为他一笑，确实那个嘴唇就这样子。我们不要动他。好，我们先安静。不要再逗我笑了。好，准备好，来3、2、1，开始。早上我喊个30秒，我无了。天亮以后说再见，很应景，对手很应景。好了吗？你又打了个啥？我这个是靠嘴，他们老逗我笑，我怎么用嘴、啊？别逗他笑，我们所有人都不说话。OK， 全程垮掉。这个花挺长时间的 ，nice， 多久啊？谁猜的最大的那个就直接。我让你们冷静冷静，你们自己拿嘴打就没有那么快嘛，咱们就说。但没想到你能笑这么久。我又不是闪电嘴。辛苦了，辛苦大家，辛苦辛苦。好，洋洋，你的个人技是什么？嘎吱窝放屁。你猜我1分钟能放多少个屁？哦，谢谢你接了我的那个。我对我刚才说，你不要担心，我接着你呢。谢谢，我接着你。来来来，我第一次看这种展示。我也是。叫你把我的雕像立在那里。夜王。夜王，大家好，是你的夜王。我第一个50，我折中吧，25个。我想猜58个的这种。现在腋下没有冒汗，对不起。20吧。二十八，卡卡就是法，你20吧，我30。有点竞技精神，更高、更快、更强。我35，我60，咦，可幸嘞，60是，你知道一秒一下真的很难。咕咕咕，对，我胳肢窝是在下蛋还是怎么着啊？那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好羞耻啊！快来救救我！有没有人救救我？才过去30秒。其实输赢已经出来了，已经出来了，我就知道很快的，这个86个了都。我哥这我有点疼。好，请我们尊称您一句夜王。夜王，哎，王，哇哇！我建议啊，咱们节目组把这个卡段宣传一下。我要是看到这样的卡段，我肯定会追这个节目的，真的，我肯定会追这个节目。你现在是要干嘛呢？转球。哦，能转多久？哦，这个厉害了。还有助力吗？还是说一次转多久？没有助力。那这么猜比较好猜。我先来2秒。哎 ，Excuse me。2秒，绝对2秒。你不能这么算啊！你才不到1秒。我折个中，3秒。行。但我看他的笑容，我输。13，2秒。哎呀，你跟我玩这套啊！他是不是很会打篮球啊？他挺会打篮球。不会，我们是在超级一起打比赛的。那4秒。我相信你。1秒有多少？
七秒。我八秒。十秒，我十秒。准备好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啊？啥呀？几秒？几秒？七秒？一秒五吧。啊！我本来是两秒的。你是认真的吗？我不会转球，我只会打。别拦我！不要拦我！哎呀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！别拦我！不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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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拦！你去！别！算了，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来，所以我们最近的是我三秒钟，哇哦，两分了，入道了啊，就是闪亮家族的样子开始有了，就没想到新来的人敢整老人哈，整个看后面日子应该是比较好过的哈，先说哈，对，一定好过。好，小鱼，你的个人技是什么？就是我甩几个可以站住，你不会跟他一样吧？根本没有成功过是吗？我们金牛座四月二十八出生的不骗人的，那为什么四月二十四的会骗人？那你们自己品一下，好吧？你可以先练两下。你知道这有技巧的吗？对，有技巧，真的有技巧。对，你先让它稳下来，拿头扔。我才三十个，三十个你能成？三十个确实有点过分了，哥。我觉得我应该。试一下。哇哦。那个八个，八个可以，这个是不是好用啊？哎，我也想试一个，不能扔太高还。哇，这个好，这个简单，我一个就成了。太好厉害了！五个以内，绝对五个以内，四个，五个，我就两个，不变。五个，那我六个吧，我八个来了。还展示了一下我的个人技，来。一个扛送一档，公主加分哦！哇天，不行啊，这个真的就是三个人了，好难过。你是没机会的，我没机会，要不直接惩罚吧？不，你的个人技还是要展示一下。你的个人技是什么？一分钟我能动耳朵多少次？哇，好累的这个。我有答案了，三十。我来三十五，我第二个。我三十五吧。历史的教学让我高才，三十八。对，四十。那我四十五。来，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。别逗我笑。二十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我淘汰三四三五。别逗我笑。三六三七三八好笑一会儿。走，慢下了。你耳朵好牛啊！牛耳五十五一，可以了，可以赢了，僵了，朋友们，我的耳朵僵了。谁刚刚是最高分？让哥，怎么又是你呀、啊？好，我想跟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首先先道个歉，让你看到了嘎吉窝放屁以及动耳朵这样的节目。我们今天的成绩到底是怎么样的？首先看一下啊，一目了然，小严同学、小杨同学、陈毅。三个人都要受到惩罚，我们这次惩罚的题目呢都是大家出的，我们每个人写了一个，所以我真的非常希望大家抽到我的那个，我也非常希望大家抽到我的，我也希望大家抽到我的。我们这次惩罚都是大家出的，拉筋啊，烦死了，面对墙壁表白三十秒，好尴尬。神经病！欢迎登录新浪微博，关注闪亮的日子长着呢，观察年轻人独居生活状态，也可进入闪亮的日子话题页，发现独居生活之美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，上百度百科看短视频，快速了解节目信息。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。
脑福利。感谢百度百科、秒懂百科硬核，有用、有趣、有料。